他就喜欢阿瑶吗？我何尝不是为此葬送自身幸福？ 我就幸福吗？倘若能换我复兄火，千万个龙阳我也不稀罕。安成君不必如此家国缠娘子，陈陆两家本就打算赔钱，从未见过十一郎如此怜。 岂有连将军？何必还抢我的龙阳？你现在一身冷汗，不能受风，上我的马车，我送你回去，听话。安成君，并非世人都欠你何家。 你父兄忠勇可嘉，如今世人接连命你姐弟骨肉，但往后终究是来日方长，是处处树敌，还是与人而战，皆在安成君一念之间。安成君好自为之。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般惨吗？何家真的占着最后一人吗？冯一俊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，是因何将军将五个儿子和所有亲信的性命都赌了上去，先是以少量心腹固守冯一俊，第二日。 又召集屯军，阻断萧氏叛军。何将军死不投降，战至最后一人，终是守住了冯一俊。何家几乎连俸禄都不剩了。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，冯一俊才得以守住。